我看到真侪我的阿公阿嬷哦，讲一个福建话较亲切啦。但是我惊你讲了一个吼，免惊免惊，啊，若是讲了无好，嘛是袂人啊会说我的。哦，有人听有无听有诶，拍破声听一个。福建话、啊、是啊，不可能你买美刀的时候你讲方言为啊，不可能嘛，在台上练习。好，那第二首歌曲希望大家听了也会喜欢这首《出国的囡仔》，一首非常经典的福建歌曲送给你们，谢谢。
这个。